Arriviamo a quello che dice qui. C'è la linea di Corinne, tanto per cui dire, mentre non cambia anche con te. C'è un suo posto che vede Rom, lo vai. Ecco, ma Schumacher. Rom, non vai qua. Tranquilla, non vai qua. Gracias.
因为我们自称为说自己是神的儿女，
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要与耶稣一同受苦。就能跟他耶稣，既然在上海门口。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传福音。因为基本上我们能够带你做不动吧？我们在生命中就常常有困难。就是主跟主人，主跟百里海，主跟孤山，主跟百里山的几片红嘞。有时候会生病，有时候家庭能够遇到问题，有的时候啊，这个生活上很困难。就是跟他干了，用不了多久，为了不来耶稣。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一同与耶稣受苦的时候，接着他的灵魂将会使他变为财产。我们知道与我们的啊、来生是有益。接着他不然的话，就丢了灵魂，丢了灵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再一次降临。接着不然就能变成爱，就会丢了。那时候我们与我们的神就有份。就是为了同学们觉得宝贵。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有份。你像那个救恩书，应该从这个得到得把救恩给他送来。信耶稣的人呢，必须要忍耐，才能够进入天国。主的恩惠更加就不够我宝贵。使徒行传十四章。这个恩惠更加就不够我宝贵。使徒行传十四章。22节使徒行传十四章22节让天主家主家的故事好面积让帮他好多面好能打开那些背景的把变化他的装他的人都会听见他的人都会听见他的人都会ยังคือสำนักยุทธวิธีจีโฟออกไปคือตอนนั้นมีจุดไหนก็ได้ระดับจุดไหนไปไหน作为神的儿女的人呢在神啊受苦的事上要有份ยังคือยังออกมีนึกถึงมันพระเยซูคริสต์มันติดยึดออกมีมาใจเปลี่ยนตัวมัน我们知道耶稣将我们从罪里赎出来คือทำไมยังออกมีจุดมาครองสิทธิ์ไปสมครองไป是为了要让我们进到神的救恩就不会在耶稣中把人都记起来，把苦行往念，就不明白。耶稣呢，为我们这些罪人受了很多的苦难。就是被耶稣天天来夸他，被耶稣苦了天天。那要跟从耶稣的人呢，也要这样来受。你像耶稣，人都忘东西，都忘记起来，你光举杯，那就不够的了。我们要忍耐，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就那让他举杯，就不够的了，因带给主的都不满。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生常常会遇到艰难。你叫我们帮助我给少艰难，我就救了一生。那些不信的人呢，要讨厌我们。你这个他都没进入给少艰难。那别人即便他们讨厌我们，但不仅他应该在好好的熬住我们呗。我们不管怎么做，都是要与神和好。不论他不认罪，今天在安德哥看书了解。因为我们要自己知道说，给我们天国的是神。就是什么？基本就是呢，应该在在念，那个很多，就不用被神来。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中要与耶稣有一同受。把它做完了，稳住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受的艰难不会很久。就做完了，带路来能够落完单啊。就一瞬间就不见了。那有一瞬间，都是这样的做完。但是我们要懂得。不过他背书里头有没有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你像背书里头有没有念等个保证？再来之后会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国里去。我们背就是说等个念的那个福音，提摩太。我们再看提摩太。在提摩太的福音告诉你。后书2章。提摩太在提摩太福音告诉你。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提摩太三节第五节到六节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把人和装得路径能放进去不用得但把人能不能读书放中间能不能读书放中间路径能不能读书放进来你这两位但不得让他看见，就不得读书，不得意思。
们的都不认耶稣，明天他们的都要在这个时候受苦。如果说不认耶稣基督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恩。确定他就那个救恩受尽，但他救不住他。所以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遇到患难。不但在那都忙，那都在都不认耶稣。如果可以因为耶稣来忍耐，就进入安沙利就没有不能不认耶稣。我们必能与耶稣并能作王。不但不认耶稣的都说不认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耶稣，那啥都不办呢？我们因为遇到患难而不来承认耶稣，就叫蛮白在不认耶稣。我们啊，反对耶稣。不认耶稣不白在对呢？耶稣呢，他也不认。你就在这里给我们不是来用的，你敢不容易？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你就能被放动吧，安慰。当我们遇到很苦的事情，就多少路嘛，加减一个人。啊，很容易让人离开神。这白天他就救不了耶稣。很容易让人呢决定说不要再信耶稣。不但就不看，就不那我来都去讲啊，你刚才问的你啊，问的你到底问的。如果有这样做的话，那个人的生命就会越来越糟。就慢慢坚强，那个然后就在中不动。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遇到困难的事情，我们要忍耐。因为他动不完，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艰难不会太久。叫他们背对着走吧，因为一瞬间他就会过去了。不管什么不能背过的。感谢主在看圣经。什么不能够看的？哥林多后书。不会搞不懂。一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我考不到。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我这个人考三就背，就不容易考。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老人家，你老人家不怕穷来，弄起来很伤的。多接搬穷来，我家老多。你就是被包括不是在耶稣都懂吧？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不能用现在的旧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你就是没懂吧？我在讲就是没懂，哪一天来到都就没有方式来。所以呢，我们在耶稣的受苦里面要有份。不代表他懂吧？那个没有。我们知道说这个苦的背景。他懂的，那个老师。因为过了不久，他就要过去。但是我们如果来探讨这个喜乐，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的那个喜乐，你不觉得会蛮骄傲的在受苦了吗？因为我们进到耶稣的救恩里面来了。不但会有病痛吧，那个他，那为了有病痛吧，那但是他们就闷，受苦闷劳。遇到苦难的时候，当然苦难呢不是好事情。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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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เป็นรถคันที่มุ่งจุดมุ่งของเราคือเอาเยอะมากที่ได้เป็นเชื้อราหนึ่งเปรอะผมโป่งใจหายสารโดยท่านสิบเลยจุดหนึ่งสำหรับเอามาสิบเลยสุดได้โปร่งปริ้นเนื้อสุดได้เมื่อเนื้อจว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ของมือเนี่ยรถนี้ผมมีสิบเลยออกนอนอีกครั้งครบสิบเลยสุดตู้มาสอบทั้งไงนี่ตราเริ่มตกรู้อีกจุดหนึ่งเราการมีสิ่งใดรู้สิ่งใดก็ได้ฉะนั้นจะเราเป็นผู้เป็นคนทำเราจะบอกที่ในที่นี้神告诉每一个人จะเราจะยึดตัวนี้มันบรรจุตัวพระเยซูคริสต์说我们信的耶稣基督จะเราจะยึดตัวนี้มีสิ่งใดของเราที่ข้ามไปตรงสิ่งที่เราบอกได้这样子呢我们在神的这个救恩里面呢要有大喜乐แต่จิตวิญญาณปัจจุบันก็เป็นตุ๊กลุ่มพักกับเราได้但是呢，在这当中呢，也是有困难。我用中文是跟读不吧，生生理工学问，我用普通的。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苦难。我在读不吧，我们跟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就是怕那地方待，这个来是难不倒上的。
因为这个地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住宅。이제부터이제과거는탄소我们真正的家在天国。我担心我们的路能够看到你。但是我们现在住的是这个地上。就没懂完呢。我们有苦楚的错。有没有把你记下来？看看过去的光景。我们在生命中有遇到很多的啊苦楚。我担心那个没怎么看。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会不会啊？都是我们要去得到的机会。因为神呢会带我们回到家里去的。不会是我们的理由。感谢主。当他认识了这耶稣教会，我给你教会那么一些的时候，
当他进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就是那个都把那个都，他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你叫那他能够看到一个有没有变故？这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家。你叫有没有变的变吗？你觉得多少？我们大家都还有第二个家。叫变的变吗？你说那个来探视。我们的第二个家呢，在天上，在天堂。你叫那边没有那个有多少天能多少天的变？当时候到，我们就回那个家。你叫把旧的旧关了。那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要得到天主能够多帮助我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产业，就不能被你伤害，跟耶稣一起来得到产业。比如要得到天主能够要让他带出来一帮人到天主地位，就带出来一帮人就来探索。我们知道说我们第二个家就是天上的家，什么都不能被你管呢？我们看启示录，这不光被你21章，好，我有好办，1节到5节。启示录。启示录21章1节到5节。我可以做满足你。我们一起读。那个比不难，就不会被我用错。如果可以在那块，就看那块，把那块就看那块，把那块放到那块，把那块放到那块。他突然想，我问你知道怎么想？你这个方面有什么问题？我比他还多，你不要。他呆住了，就听见大声音，他从宝座出来说：“看，用鞭子扫雷，我仰看，这好像是牛排，我和我老师在旁边，他们的嘴巴怎么打？怎么过来的？怎么给？鞭子扫雷。”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装饰自己。
因为我们丈夫其实有属灵，这个都是好白。看三节，约翰的话，约瑟雷不想看这一看书了。这里呢，约翰呢听到天上很大的声音，没有了，把所有把白放在主面的。所神的帐幕在人间，约翰的话，约瑟雷不想看这一看书了。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的神。这里呢告诉我们说，神的帐幕呢与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教会不只是在地上有。所以呢，这个教会不只是在地上有。 旁边看书旁边，神的帐幕在地上有，在天上也有。在地上的这个帐幕就是真耶稣教会。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这个新的帐幕呢，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们都是神的子女。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带我们回家。那我们现在在活的这个生命，我们遇到很多，我们遇到很多，我们因为要进天堂，所以要去遇到这些。 这些苦楚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不见了。当我们都回到我们新家，天上的时候，那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那时候呢，不会再有哭的事情，不会再有痛苦。所以我们在天上就跟耶稣在一起。苦处呢就不再有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因为我们看得到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已为我们预备。 我们的新家是在天上的。我们要看得见，并且要忍耐的等候。主公，好难。主杰。俺把王来中宫的本来，中宫把本都看，么俺哥的奥兰去买，回中宫把本都么偏看，就是谁都叫。 不变的，但你不知道他如今。你将来这里不变，他把不知道，路不远。在这里呢，神跟约翰说：“你将来为什么不变呢？会让这些什么？说一切神都会更新。你将来变，不变都那个不变，我把路远把写的。”这个话，神要约翰写下。 就是为父亲们多安排保佑的福音，作为见证告诉我们所有人。就别那个不可靠，还不敬。说这些话是可信并且是真实的。你要让他遇到那个结果怎么办？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就遇到那个结果不可靠。我们是圣徒。那结果怎么来的？是神家里的。 我们跟耶稣一同会。
受产的命题。接着他来说，如果不要跟这里都是那些东西。神的救恩是为我们预备的。就这种天呢，的读完还是可以，还是享受，就没有这意思。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享受。你就认为要过完六天的。就今天我们主听的道理。你就用多大的空间？我们放在心里。这个是我们的话，我们开门就比较关键的态度。但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好，耶稣，你看到面就比较多的呀。让我们对神更加有信心。好，别说看，并且有盼望。你不带上保险，带另外一个保险就是保我们家的。因为我们的新家在等候我们。这个那个他们说是保我们家的吧？就是天国等候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能说。很清楚。今天再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到底学习到这里。他说的话就要对。愿一切荣耀归于神。今天都是有少部分的。看，看，是。好嘞。